须速度要快，趁他们没开启的时候就给他弄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也有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圆，但是只会野人。问题是就一个蹦吗？就手枪就行，或者有个锅都好使，知道不？不用啥太好东西。完了，没有。我手、啊、我有，有手枪啥的没？有有有，走。走。当蹦蹦。大熊，你没有枪，你收枪去。大熊，你收枪去。走。大勇，你收枪去，你去那边收枪，别死了啊、哦！咱俩去擒拿他们去先。你这啊，他就跳了，快跳了，快冲！奔那个石碑下边的石碑去，看着没？看着那小子没？完事儿。你什么枪？喷子。来，给你，你搁守着他们，守住那石碑就行。前方我去劫大熊去。上面还有人啊、哦，给上面人逮住。大熊，我来劫你来了。来，搁这再劫一波，小心点啊、哦！跳下来就死。对，跳下来一个死一个，对，你他妈守住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走，熊走，快出发，弄他们去。你那 M4 自己捡着，快，走了。你看打死几个了？那上车，大熊，快，全都得死他们。捡来，快点，快来，快点来。来吧，熊，打他，炸他，漂亮。要上去灭他，还谁敢？还有谁？怎么上？没了，下面没人。大熊开，还有一个在上面。大熊就开。开了，走，上去灭他去。咵，还往那喷红的了啊、哦！吐口痰，往这，哈，走，来，快去熊那，走，上天，弄他去，熊慢点啊、哦！哎呦去，还有个嘎嘎啊！走，冲啊，冲，不用怕，熊，咱都来了，走，一起上啊！上。跑了，走，跳哪去了？下面追，搁哪呢？在我这里石碑下面。哇，哎，给我打倒了，干呢，石头干呢。前方有危险。漂亮，完事儿，这不灭队了吗？对，我就这么简单，扶我一手就完事儿。这战术怎么样，兄弟们？这打死这么多人，打死六个人，咱几个这个。残血啊！没有事儿啊，那个九爷这个，我啥呀？看着人没？正前方，前面锤他，撞死他，锤他！完事儿，还有人，给你药来，撇了，捡药，走，还有个人吗？我怎么又掉血了？近点还有个人。弄他去，看着了，完事儿，腿倒了，走，快走，弄他，搁石头后头，这走，快走，他有队友还肯定，他也是上龙那个。也是要上那个圣树上，完了青龙被弄了。
过来了要打不着，看着了这呢，前方有危险，有人在打我，那个树呢，前方有危险啊，狙他，漂亮，妈的，这棵树，前方有危险，看着没？跑呢？前方有危险！漂亮，完事儿是不死了？上头还有人，注意啊、哦！开车冲，开车冲！没有车，没油了，让你早冲了。走，直接飞上去，弄他！上头还有一个呢，走上。先把下面的打了。唰，上来，走，弄他！哇哇，没事，全面对，就这么豪横咱们队儿，知道不？这是战术啊，就干，不能怂。有人吗？完事儿了，一枪，完事儿了。淘汰王了，你说哪个抢线你干的？完了！大熊这么冲动，别着急啊，熊，我去救你，架好枪。啊熊，我救你啊！我给你报仇了，熊！哎呀妈呀！在那个大驾车库那边看着了。fuck！ 完了，冒死救熊没救成。啊，光完事儿，你气人不？气人不？我都炸死你了！光完事儿啊！哎，你成为淘汰王了？冲动了，不冲动就好了。志哥，我睡觉了，好了，听话啊，好好学习，睡觉去吧。咱俩这把就防空洞这边吧。啊，不是防空洞圈，没油了。走，下车，走了，走，往下，往圈里进来，来是吗？往圈里进呗，咱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我看到他了。他看着咱们没问题。他没有没有。当一枪给他灭了。当一枪打屁股上了，暴露，当一枪干屁股上了，走，冲，咱们去这个碉堡小炮楼，你是咱往哪走？没地方跑，打谁呢？走走走走，快跑，沿着圈边跑吧。打我们呢？啊，光！快跑，快跑！了，不是番茄了，往这边跑，绕大圈，绕大圈，跟我这路线。
绕过来了。哎，你俩冲过去了呢？我去，你这家伙！灭了。是。你快跑！你快跑！你快跑！快跑！刚才我能灭他们，他们看不见我。看、啊、这边傻子。还有人呢，别打别打，到时候你能偷一个，两个一起打他才能赢，就打屁股吧。别，别乱动。别乱动，别乱动，快，你从左边跑。扔雷炸车，就在车旁边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，没在车旁边。哎呀，你这句话说的，你不说就好了。真的，看到没有？就在车旁边那个四号，看到吧？